周星上个月初传出拍摄期间眼周受伤紧急送医，虽然之后在粉丝聊天室报平安，不过他后来在 IG 上 po 出的猎奇画作让不少人猜测是求救信号，引发粉丝担忧。而一号他为了替品牌站台现身在媒体面前，女神还是一样美，眼部附近的伤势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，也让大家放心不少。除了韩韶禧之外，还有最近人气火爆的董格拉米朱玄英，也难得出席站台活动。Oh, oh, oh.